早上的9:08，那么社长开翻了，社长开翻了。社长呢，早上9:00就跑到我们大道城，大道城的慈圣宫这边参拜祈福了。昨天呢，我到元上华伯买个湖南腊肉、湖南香肠，哎，果真好吃，果真好吃。老板娘帮我炒一炒，那个蒜里面，哎呀，好吃的不得了。那么老板娘，我就叫点个盐酥虾，点个那个套溜，点个那个竹笋。因为今天初一，对自己好一点，犒赏自己一下。我们人活得那么辛苦干什么？到了礼拜一，你看加这个海蛎根，通通花不到几百块钱，1000块有找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人生如戏呀。等有一天你生了病不能吃了灌牛奶，然后呢人生呢到了关键时刻要死掉了，你就完结篇了。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人经济要循环，我一再强调各位一定要有循环。大家国父讲的货畅其流，人要进得来高雄发大财，意思一样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呢社长早餐台北美食的报道，在大道城慈圣宫这家我们海产店